我一等就直接教你们如何压制对高手过招啊！他不脚闪，现在就单杀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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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呵呵呵呵，这就是气势，各位！我一个人在四个人面前来无影消耗，是我把战局变成菜。不是都没人让我射手哎，各位！这样聊天是怎么看到顶级 AD 教学？好了，我去打野了。我只能乖乖打野了，各位兄弟们，我这把野色处理什么兔子打野，我这把直接用更刚的，兄弟，我这把直接害了打野。哎靠，哎，我射手野啊，陆居迷万象，不是这样看起来，我现在文八蛋抢人家路，哎，没关系，我会凯瑞。 OK， 不是，我本来想说我要射手野的，这把他选景啊，打线不好打，但没关系，各位，我教你们如何打赢他，好吧？我跟你们讲，一等这个景你们要怎么打赢，好吧？你要看他滚，你只要基本上你满标，你是不会输他的。OK， 这个就不行了，这个像这个情况，中长距离你就没得打了，你要近身贴才有得赢。OK， 这边先蹲，各位。OK， 像这波就吊打。OK， 这就普 A 到底了。这普 A 到底了，兄弟。OK， 他滚过标弹，看到了吗，兄弟们？你只要是给他吃满标，你绝对不会输。OK， 那你换你控他线，看到了吗，各位？高手过招啊！我一等就直接教你们如何压制对手，各位，这就是实力，你们知道 ？OK， 你打他就是等他滚过，哎，你等他就是 OK， 等他射，可以单杀了。他不脚闪现就单杀了。菜，然后我直接让他掉兵，看到了吗，兄弟们？我直接让他掉兵 ，OK， 这不贪，各位，这不贪，这直接回补。只要他滚过，你二技能往前贴他，你会加基础伤害，懂我意思吗？有吗？加10%伤害，你可以黏着他打，除非他暴击啊，每一下都暴击，那你肯定打不赢他。马上出现一个范本，各位，顶级 AD， 各位，看到了吗？气势。这就是气势，各位，哈哈哈，这就是气势，我直接逼他一波顺啊，下一波我觉得就是压制了。来一下，兄弟小心，来先扁人，先扁人，龙不要了，先扁人，各位一直按普攻 ，OK， 有点尴尬哦，兄弟，扁人扁人有没有？先扁人，就这么凶，各位，就这么凶，哎，不想看人不想看，好了，我等一下送一下啦。然后他要甩招了，然后你就可以一直飙飙飙，有没有二一？这就是空窗期啊，他的空窗期啊，各位。锦的闪现应该是快好了，这波团这波打起来应该是有闪现的，我觉得，我的感觉流的，你们看，感觉流的。这波有追压哦，他的辅助好像不在哈。请求集合。OK， 这波有追压，刚好4分钟。看冷淡，这锦已经这么冷淡，直接转，直接转，兄弟们直接转。OK。帮忙扛一下伤害，可以，这我直接走了，我直接走了，我不留念，我现在不会留念的，就我死了跟我没关系啊，因为我受过太多次伤害了，每次当我留念，我也会死，你们知道吗？啊，我死了 ，Kimoji 就不对了 ，OK 吧？打游戏要怎样耍，对不对？打游戏就是要耍，各位。哎，我清个兵哥，哦，中路四哥。我可以来了，哎，是瑶，没事没事，拉打一下。所以所以所以转中，兄弟们转中。不是我这样会让你们太快成为很强的 ADC 耶，怎么办？哎，那我的地位会受到一点威胁，兄弟们。我怕你们超越我，哎呦，一边三顺呢，我直接三顺耶，兄弟们，所以这把是在打音乐吗？什么魔龙屋贯穿的6分钟2塔，各位，6分钟2塔是怎样？死一次就被你看到直接变平局啊，不然我死一次啊，啊，我死一次啊，干嘛？速吃速吃。哎呦，哎呦，可以打他，肯定可以打他，普 A 普 A 普 A，
五 A 普 A OK， 确定位置在狂飙猛飙有没有？确定位置在狂飙猛飙，五 A 普 A 飙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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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吼吼吼吼！打游戏的心法你们知道吗？跟嘴巴讲的一样，这就是怎样四个字，心想事成，懂我意思吗，各位？你们要心想事成啊！我每一波你看，打敌人就是这样，心想事成的哦。看懂了吗，兄弟们 ？OK 吧。标一个，补 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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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补 A， 走位，标标标标标标标。哇靠！我一个人在四个人面前来无影消耗，然后我无损，各位，我无损，不是虐菜局兄弟，是我把战局变成菜局了。OK， 再标一个。来中路可以注意那耶娜、哦、他应该会切上来。当然 你们说要看顶的，当然我要秀一下我的操作啊，对不对？我要秀一下我的操作啊，我总不能一直懒蛋吧。结束了，睡吗睡吗兄弟睡吗？结束，再拉打兄弟。OK， 注意，他顺切了吗？嗯，他这也不敢切哦。OK， 有点中塔。OK， 来一波，兄弟们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哎呦，图龙好像会打呀。注意哦，注意哦。他们一定会想碰兵啊，所以我切最尾端。最远距离，各位，消耗要做最远距离，比较安全。先打辅助，先打近的 ，OK， 先打近的，勾一个，他都还给他了还不勾？对，这假盾杀 ，OK OK， 补 A 补 A， 兄弟补 A 补 A， 对，补 A 补 A， 先收个红。啊、怎么下路没两手了？控一下，等中路送线。好碎哦！哇，可惜，可以打哦！标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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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闪你二一全没了，你就基本上无脑标了。可以拉一下。OK， 打个消耗，哦，睡哦，先补 A 各位，先补 A，OK，、OK, 补补补，点塔兄弟，看那个井哦 ，OK， 直接转，可以清醒开起来，再拉到底，完美，完美退场，兄弟们，真的是完美退场，这波我不贪，这波我不贪，贪了我可能会死，真正的强悍还是不用大招是吗？我不用大招就把人家杀掉啦，不是，没有那么多可以让你一直转的好不好？能让你一直转的。我就每一波二大直接转就好了，怎么可能每一波都可以转？那要看状况啊。狐狸有帅哥吗？你眼球就一个啊，也干了兄弟。要这样直接速吃的。先卡上你各位，先卡上你 ，OK， 把他打走，然后再回来吃。劝退流，兄弟们，劝退流。我们做到劝退就 OK 了。哎呦，拉一下，这波慢慢来，先打闪你哦，先打闪你，飙到 ，OK， 等下一波闪现，兄弟们，哦是有，哎、欸、救一下救一下，有到，结束了，还在输出兄弟，还在输出，转一波，再还在输出，飙 AD 飙 AD 飙 AD， 要限制 C 位，再拉再拉兄弟再拉 ，OK OK 不急不急，按出飙，拉到底 ，Nice。OK， 不用怕各位，赶紧吸个血。怎么说了？这把要顶级 AD 教学吗？各位，真正的高手就是这样，你知道吗？还有前期能打小丑吗？只有一等我打得了，后面我就打不 了。
看到了吗？我们那个打线细节，哪个时间上去要打他的时候，我都告诉你了，对不对？手把手，你知道吗？只差一个妹子在我旁边，我手把手那种，你们懂我意思吗，各位？你看，直接 ADC 31%，哇！打线魔鬼啊，我真是打线魔鬼，各位。太精彩了，还是学费请收下，太好了吧，三妹，谢谢你的750，谢谢。有比赛已经难打啊，都还好啊，都差不多啊，没有什么特别难打跟不难打，一切靠的是什么？运气，一切靠的都是运气，兄弟。